书瑶为了女神送智孝，临时恶补狂恋韩语。Vogue Fashion Smile 全球购物夜23日晚间登场，韩星宋智孝也特地从韩国飞来台湾。宋智孝对火锅情有独钟，而郭书瑶对智孝女神情有独钟，最大的心愿就是一起合照，为此狂暴佛脚学韩文。等一下哦，卡金卡金卡金是一起的，卡金是一起的意思，然后卡金是照片，屁股的你以前是不是很常作弊？为什么？其实我很想演那个模范生。卡吉沙吉吉古德，应该听得懂，大家听得懂吗？不要忘记就可以了。好。